朋友们，请看，这是摩洛哥一家传统服装店。当场这种量体裁衣、手工定制。它是传统服装店的联系地址，看清了吗？然后呢，这个服装店呢，它位于 Marrakech。Marrakech 呢，离市中心呢不是很远，几分钟乘车就可以过来。它这个服装店的这个门面呢不大，但是它纵深，我刚才进去一下，在后院吧，它有那个缝纫机，有手工制作的这个场地，非常的精致。它上面呢，你看视频上的，它是它的面料。然后客人来了以后呢，可以选现成的已经制好的，当然呢也可以选料，然后呢量身定做。有头饰、胸饰、首饰，整体上看呢看不出什么门道，因为我是外行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经过他的这个讲解呢和介绍呢，他都是手工制作，所以说他呢翻开他的这个衣服的里里外外呢，我都细细的看了一下，是精工制作，能工巧匠，那不是没有几个星期的功夫是做不出一件成衣的，都是适合隆重的场合，当然最隆重的场合呢可能也是生日和婚礼这一类的。好，我视频先拍到这里，再见。